潮州芳香公所之前呢举办了元宵节的庆祝的晚会，今年元宵节特别做好了防疫的规划。寿丰乡长刘耀宗感谢民众配合遵守防疫动线，并且全程是戴上口罩来参加。而在知名影星以及社团演出之后呢，做好防疫之外，也度过了愉快的夜晚。寿丰乡元宵晚会邀请到知名歌星乔佑、蔡嘉玲、高嘉群以及社团演出。今年元宵节特别做好防疫规划，民众都遵守防疫动线，并且全程戴上口罩参加。刘耀宗感谢历任乡长定定的基础，在中央、县政府经费挹注以及县议员的支持下，乡内重大建设都已经逐步展开。除了歌手的表演外，企业、机关、社团提供摸彩品，让民众有机会把大奖带回家。活动的现场更是将欢庆元宵节的气氛带到最高点。记者寿丰乡综合报道。